各位同学好，在第十五章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工程保险。那今天呢，是我们第十六次来介绍财产保险这个课程。啊，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保证保险及信用保险。啊，今天的课程呢，我们有五个单元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呢，我们是要来区别保证与保证保险。那第二个目标呢，我们是要来了解保证保险的意义。 第三个目标呢，我们是要来介绍保证保险的种类；第四个目标呢，我们是要了解信用保险的意义；最后一个目标呢，我们是要来介绍信用保险的种类。啊，保证保险呢及信用保险呢，它是属于一种以信用危险呢作为承保对象的这个财产保险。那信用危险呢，它是交易的一方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义务。 而给另一方带来了这个危险，那个这个危险呢，可能是一方无力按时或者全额偿还债务，也有可能是一方拒绝提供承诺的这个货物或者服务。那信用危险呢，它具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是隐蔽性，第二个是传递性，第三个是累积性。那所谓这个隐蔽性呢，它是信用危险很难以显现。 那传递性呢？它是一方的这个信用危险呢，可能会导致另一方的信用危险。至于呢，累积性呢，它是一方的这个信用危险可能扩散到相关方，造成信用危险的这个增大。接着呢，我们就来介绍信保证保险的这个意义。那保证业务呢，最早它是起源于信用发达的这个美国，随后呢，西欧及日本等国才陆续开办。 那所谓这个保证呢，它是指保证人呢与债权人约定，当这个被保证人或者我们称为债务人他不履行债务的时候，由保证人呢依该约定来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这个契约。那保证呢，它是一种书面的文件。那这种文件呢，它并不不是在保证自己，而是在保证他人。 那、啊、通常呢，国外呢，它是将保证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诚实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是对雇主因为呢他的被保证受雇人的这个不诚实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时候，由一方，也就是保证人对雇主予以补偿的这个契约。第二种呢是一种确实的保证，那这种保证呢，它是对被保证人呢。 未履行协议的这个一债务或者行为，由一方及保证人对其债权人予以补偿的这个企业，那国内的这个保险业者，他是应用保险的方式来经营这个保证业务。那早期呢，国内的这个保险法对保证保险并没有规范，直到西元一九九二年修正保险法的时候呢，才将这个保证保险予以正式纳入保险法之内。 那依照国内现行保险法的规定，那保证保险呢，它是可以分为诚实的保证保险，以及呢确实的保证保险两大类。那诚实保证保险呢，它是被保险人呢因其受雇人这个不诚实行为而导致损失的时候，由保险人来负赔偿责任的这个保险。那目前呢，国内保险人他所开办的这个员工诚实保证保险。 就是这种保险，那确实保证保险呢，它是被保险人因其债务人的不履行债务而导致损失的时候，由保险人呢负赔偿责的这个保险。那有人称为这种保险，它是一种债务的履行保证保险，或者呢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保保险。接着我们来看保证与保证保险的这个区别到底有哪些呢？第一个。 我们来看，保证这个主体不同。那保证保险呢，它是包括保证人、债权人及被保证人。那保证保险呢，它是包括了要保人、被保险人及保险人。第二个是契约的内容不同。那保证呢，它是一种法定担保的这个形式。那保证保险的，它是一种保险的这个手段。接着我们来看，它契约责任性质也有不同。 那保证呢？它是债权契约的附属契约，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那保证保险与主保险契约呢，并不具有主从关系，它是处于并存的这个关系。最后一个是契约责任的范围不同。那保证呢，它所担保的范围，它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还有违约金、损失的赔偿金额等等。那保证保险呢，它仅限于保险契约所约定。 保险金额内的这个主债权以及利息。那看完保证跟保证保险的区别，我们再来看保证保险跟一般保险的区别到底有哪些。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当事人不同这一部分。那保证保险呢，它是包括了保证人，也就是我们说保险人，还有被保证人及债权人三方。那一般的保险呢，它只有要保人或者 被保险以及保险人两方，第二个呢不同点是拘束力不同。那保证保险呢，它对被保证人所负的义务的履行呢，它是具有拘束力的。那一般的保险呢，对被保险人，他只是提供一个适当的保障，并没有拘束力。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不同点，偿还不同。 那保证保险中的这个被保证人对保证人，也就是我们所谓这个保险人呢，给付权利人的补偿有偿还的这个义务。那一般的保险的这个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给付受益人的这个保险金，他并没有返还的这个责任。那在介绍完了这个保证跟保证保险以及呢，保证保险与一般保险的这个差别后，接着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个。 跟这个差别有关系的这个诉讼案例，给各位同学做参考。案例介绍：于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时，原告 A 公司与被告 B 君签订一份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契约，贷款期间自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起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止。另被告 D 公司为该贷款契约提供保证。 原告 A 公司并与被告 D 公司签订一份个人汽车消费贷款抵押契约，并以 D 公司名下之一辆汽车提供抵押担保。除此之外，被告 B 君于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亦以原告 A 公司为被保险人，向被告甲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保险期间自二零零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七日止。于办理贷款时。 被告 B 君与西女士系夫妻关系，被告西女士并在夫妻共同债务声明上签字声明，前述贷款之债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负连带清偿债务。其后，被告 B 君未按期还款，原告 A 公司遂要求被告甲保险公司对该债务负连带清偿债务。甲保险公司辩称，该公司与原告 A 公司系保证保险契约关系，并非保证契约关系。 甲保险公司不负连带清偿债务责任，原告 A 公司遂向法院提出告诉。四经法院审理判决，被告 B 均以原告 A 公司为被保险人，向被告甲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其系一种保证保险契约关系。本质上，保证保险契约为保险契约，并非保证契约。三方间之权利义务应按保险契约条款执行。 本案被告甲保险公司依法不负连带清偿债务。纵观本案焦点所在，主要系保证保险契约与保证契约之区别问题。在看完这个案例介绍之后呢，接着呢，我们要来继续介绍保证保险的这个特征。那保证保险的，它总共呢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保险人资格具特许性。 啊，国外保证保险呢，大都是由这个专营的保证保险的这个保险人来承做。那此等保险人或者机构呢，均必须经保险监理机关的这个核准。啊，国内的保险法则规定呢，保险业呢，非申请主管机关，并依呢法为营业登记、缴存保证金、领得营业执照后，不得开始营业。那第二个特征是。 当事人的身份具三重性，那保证保险的这个要保人为被保证人，被保险人为债权人，保险人为保证人。那这个情况呢，与一般的保险并不相同，所以我们称当事人的身份具三重性。那第三个特征是，承保这个危险具有信用性。那保证保险,保险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这个危险事故呢，并不是意外事故。 而是呢，一方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义务，而给另一方带来的这个危险，它是被保证人的信用不良所造成的这个损失。那第四个特征是，保险人的责任具连带性。那保证保险被保险人这个危险呢，它并没有完全转嫁给这个保险人，啊，它只是在要保人及被保证人不能履行呢。 这个是义务的时候，保险人呢，财富连带了这个赔偿责任。接着，我们来看保证保险的这个种类。那目前呢，国内已开办许多种的这个保证保险。那我们以下呢，就选择几种呢比较常见的来介绍。那第一种呢是旅行业的旅约保证保险。那这种保证保险总共甲乙两市，那我们就分别来说明。那第一种呢是。 旅行业履约保证保险假释，那本保险呢？它所承保的是，要保人于保险期间内呢，向被保险人收取团团费后，那因为呢财务的问题而无法履行原定旅游契约时所安排或组团之旅游呢无法取成，或者呢完全全部形成，以至于呢。 被保险人呢，全部或者部分的团会呢遭受损失，那由保险人呢对被保险人负赔偿之责。那保险人呢，与保险企业的有效期间内呢，对个别被保险人的这个赔偿金额呢，它仅以其所遭受的损失的这个团会为限。那对所有被保险人的这个赔偿金额之加总，它不得超过呢保险企业所在的这个保险金额。 那我们前面所提到这个要保人呢，他是指呢向保险人邀约投保本旅约保证保险契约，并负有交付保险会义务的这个旅行社。那被保险人呢，他是指任何参加了要保人所安排或者组团旅游，那经要保人呢载明于团员名册，而且与要保人订定,定旅游契约。 并且向要保人缴交团会的这个个别的旅客，至于那个这个团会呢，它是指被保险人呢依据呢原定旅游契约所缴交的这个旅游的费用，它不含呢签证的费用啦、啊、小费的、啊，以及呢依据法令或者原定的旅游契约所生的这个违约金。那介绍完了这个旅行业旅约保证保险讲释以后，接着呢我们的介绍以示的这个。 旅行业履约保证保险啊，那本保险呢，它所承保的是，要保人呢，于保险期间内向被保险人收取非以信用卡方式支付全部或部分团费后，因为呢财务问题而无法履行原定旅游契约，使所安排或者组团的这个旅游无法启程或完成全部的行程，以致呢。 被保险全部或者部分团会呢遭受损失，由保险人呢对被保险负赔偿之责。那保险人呢以保险企业的有效期间内呢对个别被保险的这个赔偿金额，仅以其所遭受的这个损失团位与呢，或以信用卡方式支付团位之金额为限。啊，对所有被保险的这个赔偿金额之加总呢。 不得超过保险企业所在的这个保险金额。啊，前面所提到的这个要保人，它是指呢，保险人邀约投保本履约保证保险契约，并负有交付保险会义务的这个旅行社。啊，被保险呢，它是指任何参加要保人所安排或者组团旅游，经要保人呢载明于团员名册，而且与要保人订定旅游契约，并向要保人。 缴交团会的这个个别旅客，那团会呢，它是指被保险依据呢原定旅游企业所缴交的这个旅游费用，它不含呢签证的费用、小费及依据法令或者原定旅游企业所生的这个违约金。接着我们再来介绍第二种的这个保证保险，我们称为海外的游学业履约的保证保险。那本保险呢，它所承保的是要保人呢。 以保险期间内呢，向被保险的收收取海外旅游学习，这个或称游学的这个费用后，因为呢财务的问题而无法履行原定的游学契约，使所安排或者组团的这个游学呢无法启程或者完成全部的行程，以致呢这个被保险人全部或者部分游学会用遭受损失，由保险人呢。 对被保险的负赔偿职责，但是呢，这个游学的费用，它是以信用卡来签账方式支付这个游学费用后，以一呢，信用卡使用约定书的规定，请求花卡银行来暂停付款或者将其呢缴付的这个款项扣回者，我们就视为呢没有损失的发生。那保险人与保险企业有效期间内。 对个别被保险的这个赔偿金额呢、啊，它仅以其所遭受损失的这个旅学游学费用为限。那前面提到这个要保人呢，他是指向保险人呢邀约投保本履约保证保险契约，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这个游学业者。那被保险人呢，他是指参加要保人所安排或者组团游学，经要保人呢载明于。 团员名册，且以要保人订定游学契约，并向要保人缴交呢游学费用的个别学员。那海外游学呢？它是指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以外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这个正式的、非正式的这个教育机构或者其附属机构，但是会以取得正式是学制的这个学历文凭或者资格为目的。 那于一定期间内所为的这个课程研修或者理由形成，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种的保证保险，保险经纪人的保证保险。那本保险它所承保的是要保人呢，因为发生下列的这个事故，导致呢未将其余保险期间内呢所收受的这个围剿保费的全部或者部分交付于被保险人所指定的这个保险业，以致呢。 这个被保险人受有围剿、保护的这个损失的时候，由保险人呢、啊、对被保险人负赔偿之责。那第一种情况是，要保人获取员工呢或者业务员的这个侵占、诈欺或者背信的这个行为；第二种情况是，要保人的资产不足以清偿负债，而有清算、破产法之和解或者破产的这个情势，那保险人。 与本保险企业的有效期间内呢，对个别被保险的这个赔偿金额呢，它仅以围剿保费为限。啊，对所有被保险的这个赔偿金额加总，它不超过本保险企业所在的这个保险金额。至于这個、这个要保人，它是指保险人邀约投保本保险并负有交付保险会义务的这个保险经纪人。那被保险人。 它是指经由要保人呢洽定保险契约，并委托其代为缴纳保险费之人。那前面所提到这个保险经纪人，它是指我们保险法第九条规定的这个基于被保险人的利益洽定保险契约或者提供相关服务而收取佣金或报酬之人。接着呢，我们来介绍人事的保证保险。那 人事保证保险，它是在弥补呢员工诚实保证保险的不足。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的这个被保证员工，于保险企业所在的这个追溯日后至保险期间届满日前，因职务上的这个行为，以致呢被保险人受有损失，而且呢被保险人于保险企业这个保险期间内呢通知保险人，那保险人。 就超过自务而部分的这个损失呢，由保险人呢对被保险人负理赔职责。那前面所提到这个损失，它是已经法院判决被保证员工因职务上的这个行为，对于被保险人应负的这个损害赔偿金额为限。接着呢，我们来介绍信用保险。信用保险呢，它与信用制度是有极密切的这关系。 那初期呢，这种保险它是由银行及商人来承担信用危险。那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战以后呢，信用保险呢才开始迅速的发展。那信用保险呢，它所承保的是被保险人呢及债权人，因其债务人呢不履行债务，以致呢遭受损失，由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负赔偿之责。那在国内呢，信用保险它原来是由中国输出入。 银行输出保险部来独家经营，那包括呢信用中的出口保险等等。那这些呢信用保险，它是一种政策性的保险。啊，近年来呢国内的部分产物保险公司呢，也开始开办了个贷款的信用保险。那贷款的信用保险，它是以贷款为保险标的，并以金融机构为要保人及被保险人。如果债务人呢不依约偿还这个贷款， 并金的债权人，也就是我们的被保险的催收无杂，而遭受损失的时候，有保险人呢对被保险的负赔偿之责。那国内已经开办的信用保险有较早期的这个限额保证支票的信用保险，还有消费者的贷款信用保险，以及呢近期、啊、才开办的这个金融机构小额贷款的信用保险。另外呢还有消费信用保险，它是以。 赊销应收账款为保险标的，并以商品的这个制造商、批发商或者出货商为要保人及被保险人。如果这个债务人于约定的期间内呢不付清账款，并经债权人及被保险人催收无着而成为呆账的时候，才由这个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负赔偿之责。那目前国内已开办有应收账款的这个信用保险。 接着我们来看信用保险到底有哪些特征？信用保险跟保证保险虽然都是在承保信用危险，但性质上虽然相近，但是两者呢仍然有不同。信用保险的这个要保人是债权人，债权人向保险人投保被保证人及债务人的信用危险，这个保险我们称为信用保险。那保证保险的要保人他是债务人。 债务人，也就是我们被保证人，他依债权人的要求向保险人投保自己信用危险的这个保险，我们就称为保证保险。那信用保险呢，具有以下这个特征，我们一一来介绍。第一个特征是要保人及被保险有其的针对性。我们知道，信用保险这个要保人及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因此呢，我们说这个本保险的这个要保人他是有其针对性。那第二个特征是。 以债务人之信用作为保险标的，那信用保险它是针对被保险在赊销信用及贷款信用中，义务人呢，他不能如约履行这个债务所遭受的损失，它是属于一种信用的危险。第三个特征是，被保险呢，他必须要承担一部分的危险，为了避免乱用这个赊销及贷款情势的发生，啊，被保险呢通常呢必须要承担一部分的危险。 也就是要定定自我，以利呢这个保险人来管控的信用危险。那第四个特征是这个危险变化莫测，不容易调查评估。那无论是个人或者企业的信用，保险人呢均很难清楚的这个调查，他只能依赖呢被保险的信用记录来做判断。那为了让各位同学能更进一步了解信用保险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就挑选了一个。 有关信用保险这个理赔案例，跟各各位同学做说明。案例介绍：不久以前，有一造船公司为 A 船运公司建造一艘船舶，双方约定建造期间六个月，造价一亿两千万元。开工建造时支付百分之二十货款，建造进度达百分之九十时付百分之五十货款。 船舶交付试用两个月合格后，付清剩余百分之三十货款。因造船公司对 A 船运公司不够充分了解，于是向 B 保险公司投保信用保险。经 B 保险公司审查后，B 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一年期保险单。在保险期间内，造船公司如期完成船舶建造，并交付 A 船运公司使用，但 A 船运公司却宣告破产。 无法依约付清剩余百分之三十货款，造船公司因而向 B 保险公司索赔。经 B 保险公司调查，本案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又在保险责任范围内，B 保险公司应予以理赔。于是协助造船公司向 A 船运公司追偿。无法向 A 船运公司追偿部分，则依信用保险契约约定予以理赔。 在介绍完了这个案例以后，接着呢，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信用保险这个种类。那信用保险呢，它是可分为商业性的信用保险及政策性的信用保险。那政策性的信用保险，它属于其他领域的这个经营范围。那本课程它是不做介绍。以下呢，我们就就商业性信用保险来说明。那第一种呢，这个商业性的信用保险是小额贷款的信用保险。那本保险呢，它所承保的是。 要保人呢投保本保险契约后，对被保险人与保险期间内呢合贷个人的小额信用贷款，因为借款人未依借款契约按期摊还借款本息，以致呢这个被保险人受有损失，累计损失金额如果超过约定的这个起赔点的时候，才由这个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负赔偿之责。 那本保险企业仅接受呢金融机构之申请为要保人，且要保人即为这个被保险人。那金融机构它是指银行、邮政局、信用合作社、合作社及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的这个机构等等。那借款人它是指保险期间内呢，经被保险人征信完成。 并核准而取得借款之人，那损失呢？它是指这个借款人未依借款契约按期偿还借款本息所造成的这个被保险损失。接着我们来看应收账款的信用保险。那本保险呢，它所承保的是这个被保险人以保险期间呢在正常的业务情形下，以买卖企业的提供货品或服务后，以其名义呢开立发票所称。 合法且无争议之应收账款。那因为呢，买方失去偿债的这个能力或者延迟付款，以致被保险人受额损失的时候，由保险的依本保险企业的约定呢来偿还这个这个责任。那本保险的这个要保人，他是指依买卖契约提供货品或服务的这个机构。那要保人呢，他是被保险人，买方他是指依买卖契约负有给付贷款。 义务者且一，其所属国合法设立的这公司组织、独资或者合伙企业，以及呢其他与买方相互或者共同控制下这个机构。啊，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失去清偿能力，它是指呢买方发生下列这种情形之一者：第一种情况是已进入呢破产程序；第二种情况是已进入呢清算的这个程序。 第三种的情况是已与所有权人达成部分的清偿或者庭外和解的这个安排。啊，最后一种情况是被保险人已执行追偿而未获得的这个足额清偿。至于延迟付款呢，那它是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所约定的这个理赔等待期间届满后呢，那被保险已执行追偿仍未能获得的这个这个清偿。 那今天呢，第十六章的内容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比照往例呢，我们仍然要简单介绍一下第十七章的单元内容。那在第十七章呢，我们介绍了仍然跟这个保证保险有关的，是所谓的这诚实保证保险及确实的保证保险。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有四个目标。那第一个目标，我们是要认识诚实保证保险这个意义。 第二个目标呢，我们是要来介绍诚实保证保险这个承保范围；第三个目标呢，我们是要来认识确实保证保险这个意义；那最后一个目标呢，是要来介绍确实保证保险这个承保范围。那我们今天呢，保证保险及信用保险的课程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结束，再见。